哇，赞赞赞，好奇天诶、欸！有了有了，来吧来吧，来吧来吧，尽管来吧，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个还 OK， 可以。弄他不输啊，想要朋友是不是？你要再付一个吗？等我一下，你再等一下，快100%了。对呢，我要先放这个，250，好贵哦。动。正在前往回收恐龙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夭壽！哎呀，我是不是又没叫直升机出去？哦，被我自己气死！你中了什么病啊？一样，针针对，我白痴哦，不是啦。要求收到。哇哦。啊！老虎不发威，你当喵喵喵喵喵喵，快跑！你再不跑，我还射你喽！哎、欸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我们正资产了，我不怕。数字不会说谎，而你的声望数字尤其出色。我们正资产了。啊、哦，我们钱赚回来了。不仅能让恐龙复生，也能让恐龙恢复健康。我手上有最新的实验试剂，别乱花钱喽！我们的恐龙已经痊愈了，目前没有感染任何疾病，做得好。我们可以乱花钱喽！耶！首先先研究电力，道路，感觉就是真的。我前期一直不养恐龙，然后再来是这个，都有报道。哇，又是白金，哇，赚大钱啦！听我说，你也知道自己已不需要做什么来证明实力了，但你处理事情的方式真是恐龙养一起做会吵架，做得好。先把这个给弄完，盔龙快满了。风起龙，
森林，大娘，可它很舒服啊，它森林也够啊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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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感谢去订，咦？他说你订阅一个月，嗯，怪怪的。没关系，继续订哦。找一下，不要用电网。第一次来就订阅，感谢感谢，而且一次订两个月。啊，研究。所以真的会吵架吗？好了，那我要找地方哦。这还要。在这里好了，这协会要干嘛？嗯，哎、欸，你不用吃土，等一下哦。不工作。哒哒。维修人员报到。啊，糟糕，我没有盖那个。不舒服，奎龙觉得不舒服。等一下哦，到处咬人了。这对吧、啊？你在截图到粉，你也可以截你现在在聊天室打字，然后贴去粉专。不要咬人！不要咬人！1500万不要咬人！我们好好说，我们好好说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没好。哒哒，维修申请已收到。不要咬了，等一下，阿松非常着急。要，我要开枪喽！确认工作。我至少不是肉食跑出来，要碾死人的啦。也是很凶的好吗、欸、跑去撞他干嘛啦八七哦得到吗知道了，T， 运输登机，收到恐龙回收申请。嘿，
把这份合同交给你，打铁趁热。对你来说，这种合同根本轻而易举，只要付出一些小东西就好了。不管怎样，他们在那么小的时候都是很可爱的。好吧，我们提早敷吧，再不敷他也快崩溃死了。不吧。哎，还没回来吗？我也觉得是他带坏他的呢。啊。开辟道路。我刚原本是要盖在这边的啦，然后北湖突然发生紧急事件，看他杀几个人，等他快，等他下来啊！白痴，自己跑来撞恐龙。刚才讲的，他自己跌倒，不是我打他。加菇，哎，我又没钱了。瞬间，运输完成。耳机，为什么不舒服？明明有这些东西啊。你就只是没朋友而已啊！等一下啦，60了啦！你要干嘛啦？你干嘛啦？哦呦！哎，他很。哎，你注意点哦！添加对工作清单。我已经麻醉了，87。那你就继续睡着吧，不理你了。科学不仅需要实验，还需要观察。我很满意在你身上看到的结果，继续保持。这真是把事情做对的教科书范本。啊！一场暴风雨又来了。隆重欢迎辉楼来到客舱。各位先生女士，我没命名啊，是你。风雨说不定反而会让恐龙出于本能地感到自在，我呢，暴风雨会让我提心吊胆。正在前往接收